如果我在你的脑里面拿回一些想法出来，我们有机会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要在你的脑里面拿回一些记忆来帮你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啲肚饿啊。咁嘅咩？再嚟。哇，我好中意佢哋噶，我识唱晒佢哋啲歌噶。系咩？同我一样喎。你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，我就储佢哋嗰啲卡咧，就系呢啲啦。哇，我最中意佢啊！我都知道啊，你最中意佢啊嘛。好似唔系好 work 喎。我想到，你想到咩？你个头扎起咗，令到你特别有气质。你啲废话可唔可以有质素啲啊？请叫啊！啊，会唔会系因为平行时空或者系虫洞嘅关系咧？咩嚟噶？虫洞？根据多世界的理论，我们现在身处的空间可能是众多世界的其中一个。他们看上去很相似，但又有点不同的。当他们出现了虫洞的话，我们就会有机会在这个空间去到另一个空间。那就是说我去了第二个时空？你有可能去了万一个钟头的时空，那你就当自己移了民，好好在这个时空生活，不要再挂着自己的时空了。啊，真假？小姐，唔使惊，饮杯茶先啦。人老咗真系重啊！小姐，你而家去换件衫先啦。洗手间喺边啊？洗手间喺呢边。唔该。系咯，换咗佢啦。如果唔系，好透噶。咁耐噶，佢唔系晕咗啦？等我睇下佢咩事先。系都系我去啦。喂，你做咩搞咁耐啊？我又穿越咗时空啊！你哋都嚟咗啊？几点啊？而家发生咩事啊？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话过：越靓嘅女人越迟出门口噶，祝愿世人爱惜生命，远离口粉。